这个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，一眨眼做了好几百期了，特别高兴，感谢天津卫视能给这么一个平台，让我认识了好多的同行，现在我们都是朋友了。有的时候呢，聊一聊天，说一说家常，觉得特别的开心啊。这个节目区别于其他的节目，别的节目呢可能都比我有文化有造诣啊，我这个人比较朴实一点，再加上我性格比较内向啊，就好像你们不相信似的。好吧好吧好吧，这个内向不内向咱们放在一边，但其实我是一个好交朋友的人。老话说得好，朋友有远近，亲戚有厚薄，人多交朋友是对的。还有一句老话讲得特别的好，叫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。还有一句老话我想不起来了，是吧？啊，朋友分好多种，有的是酒肉朋友，吃吃喝喝行，一说吃饭准有他，一说有事扭头就跑，这样的朋友别交啊，容易耽误事儿。还有的朋友淡淡如水，平时没有他，但是关键时刻站出来了，挺身而出，这是好朋友，这叫做淡淡如水人情在，蜜里调油不到头。所以这么多年来，我很荣幸有很多朋友支持着我一步一步走在了今天。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有一个跟我患难一起走过来的朋友，这个人在我的人生岁月中不得不提，这是一个非常油腻的人。夸人还要夸油腻的，可想而知啊，此君长得这个模样这个状态啊。当然了，人品不能用相貌来衡量，这个人跟我是十几年的交情，我们都从没辙的时候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他依然没辙啊。当然了，他不是没有辙，他是辙稍微窄了一点，因为他的身体实在是太宽了啊。说了半天到底是谁，请出来您一看就知道。掌声有请著名主持人刘刚。郭老师，你挺好的哈，你今天这个大褂配上你这双旅游鞋，真的是巧夺天工啊！对，我本来也想穿一双这样鞋的啊，别！后来他们说郭老师穿了，哎呦，那我就不能穿了。大家看见了吗？哥哥穿了，弟弟就不可以穿。这一句话就值了黄金了啊！为了我不撞衫，当然你要穿上这个鞋，不定得寒碜成什么样。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，这么多年过来了，感谢观众的支持，我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。你怎么还这样？不是，关键是我是给哥哥们就是填路的。哎呦兄弟，哥哥们都从我们身上走过去。哎呀，你知道每踩一步都多油腻啊。我们换鞋呗，一起患难走过来的。嗯，这是我的好兄弟，人非常的朴实，也非常的仗义。好多人我都不能相信，但是对刘刚我敢相信。比如说今夜有戏，我已经做了好几百期了，对，如果说我有一天休息了或者不干了，这个台交给他，他都不会说哎呀我来干，他不会的、啊、不可能。我是说我不可能干那种事儿。哎，就是我不能说哥哥不做了对不对、啊、我来做、啊、那不像话。你们但话说回来，嗯，我要不做了，哥哥的这块牌子不就倒了吗？好吧，那个我今天把这舞台就让给你了。行啊，好吧。那个就是我觉得吧，你这上你节目的人、啊、大部分都是你的哥们儿，都是朋友呗，朋友兄弟就是同事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您缺一些人哦，这我没想到，缺什么人啊？缺一些你的仇人。哦，我这不疯了吗？我请一帮仇人啊！节目这样，节目必须要有看点，可有意见？我要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，没有看点。哎，刘刚，对对对，我要出面的话，我请过那个仇人不会来的都。所以嘛，啊，所以你的回避是可以促成这件事情的。啊，我明白了啊，对对，你可以把我的仇人都请来做客今夜有戏。不是都请啊，是全都请。